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八面，第八面第六行，最后一句干起，从事故念足感恩图报，发无上心，尽诸此经，续佛慧命。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前面这一段交代，最后老人这几句话是回向。感恩回向，我们读了之后也应该知道感恩，知恩才会感恩，如果不知道恩德了，那个报恩的心就生不起来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在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也可以说呢，不但没有见到，听也没听说过。原因非常复杂就像佛经上说的无量因缘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总是自己业力所干的那么我们在苦难的环境当中呢，也应该要庆幸我们的人生闻佛法能够闻到华严净土，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遇到了我们都要生感恩的心，尽忠我们能够遇到下莲居老居士这个会集本这是尽忠第一经的标准本，往后有9000年，这9000年当中许许多多人是依这一部经而得度，我们能够相信那么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秉承老师的嘱咐给这个经本做了详细的注解，我们知道他做注的时候，第一个是年纪老了，第二个身体多病在这个状况之下不辞辛劳，
把这个艰巨的工作完成，非常不容易啊！我不但是听到啊，我在北京去看过他了。看到这个事情，当然你会感动，你会觉得这老人的一番苦心，他为什么？为了末法时期往后九千年的同学，对这个经本能有正确的理解啊，明了之后信心才能升起，有信心才能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依照这个经的理论跟方法去学，这个恩德大了，无比的殊胜啊，做助的功德绝不亚于莲公老师的会议，同样的功德啊。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学习啊，特地就选定大经节啊，我们知恩报恩呐。我们把这一段文啊，简单解释啊，感恩图报，怎样感恩，怎样报恩，那就是在他老人家是发无上心啊，尽诸此经，续佛慧命。那我们今天怎么报恩？我们今天好好依照经，依照这个注解，认真的学习。啊，依教奉行呢，这就是续佛慧命。啊，我们要把这个经注里面道理要参透，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终极的目标决定得生净土，这叫真报恩呐！真的续佛慧命。下面是他求家啊，迁起粮土道士啊，虔诚祈求啊，此方本是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本是阿弥陀佛，粮土道士啊，十方如来啊，在这个经上，在弥陀经上，我们都看到啊，弥陀经你看六方诸佛的赞叹，在本经是十方啊，十方诸佛赞叹了啊，上师本尊，这是老师，这个黄老夏老啊，都学过禅宗，也学过密宗啊，宗门教下贤密圆融，他都通达了啊，最后归向净土啊，这都是表法了，做给我们看了。无论是学教，无论是参禅啊，无论是修密，到最后呢，最后还是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让我们看看两位老人啊，他是怎么做啊，实际上他们完全学华严会上啊文殊普贤啊，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到最后都发愿求生净土，真的生净土了
啊，他们做出这个模样来给我们看，啊，让我们，我们没有他们那种根气，他们是上上根人的，那我们中下根人，下下根人，啊，应当死心塌地，一心归命，阿弥陀佛。这一生当中，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标，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真正的是佛慧命。我们这样做也会影响一些人。啊，这一些人会接着去做啊。金刚护法啊，这是求护法神保佑啊，慈恩佛护，就是护持，威德名家啊，暗中啊保佑啊，祭祀注释，上其圣心，广其众信。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尘云海。啊，希望这个注解，这个注解得释迦弥陀的加持，得十方诸佛的护念，没有注错啊。啊，所注的字字句句。都和如来教化的意思啊，后人最重要的就是对经对注深信为你就得利益了啊，印祖所说的一分沉静的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就得十分利益啊，凡有见闻，这是讲有缘人啊，佛度有缘人能够见到这个经，见到这个注解啊，就能参与这个法会啊，同如弥陀一尘云海，念佛堂就是阿弥陀佛一尘云海，一尘是成佛，不是菩萨啊，不是二尘三尘啊，二尘是大乘小乘，三尘是声闻缘觉菩萨，一尘是成佛啊，这个法门直接闻到一生成佛的法门啊，所以称之为一尘云海。幕后这两个字是感恩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摄受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他前面交代的话就说到此地，下面呢，这就是解释这部经了啊。这第二大段概要啊，十门分列中前九门啊，仅涉此经，以华严宗法借弥陀疏钞列总开十门啊。先说明他这个注子。依靠所依靠的啊，依靠华严加法啊，华严是用什么开启介绍全经大义啊，然后再细说经文啊，那么前面这个什么，特别是十门前面九门啊，是让我们
学习经教的人，还没有接触到经文呢，先把全经大义说了。啊，这个里面它有两重意思。啊，一重意思让你先了解全经大义。啊，启发你学习这个法门的兴趣。啊，所以这个是必要的。啊，一般叫老参啊，老修行的人，这经都很熟了。啊，他来参与法会做影响众，他听什么？就听玄义，这个概要就是玄义。啊，因为玄义是你对于全经的体悟。啊，都在这个地方啊表现出来了。啊，也就是说你修学的这个层次，你到哪一个阶段啊，从这一段能完全体会到。啊，老修行要听的就听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人讲啊，你修学的心得。啊，听你的心得报告，后面解释经文不需要听，他都很清楚了。啊，虽然很清楚，真的有不少人从头到尾啊，还是非常认真、非常恭敬地听下去。那做影响众，啊，领导初学，啊，初学人对这个没信心，怀疑。听不下去，看到这些老修行都这么认真在听，啊，增长他的信心，啊，给他做榜样，给他做示范，啊，那真正学佛人就明白了，啊，无论你听得懂听不懂，你有耐心一直听下去。你才能入门呐！那么莲池大师著《阿弥陀经》啊，这分量很大啊。他那个注解叫《阿弥陀经疏钞》啊，疏是解释经的，钞是解释疏的，就是注解的注解啊，疏。莲池大师做的，抄也是他做的，啊，注解写出来之后，里头文字还有很深的地方，怕后人难懂，所以把他这个书啊再做个注解，慈悲到基础啊，他的弟子古德法师。是莲池大师的传人，莲池大师往生之后，所有的著作是他老人家编辑整理把它出版了，啊，留到现在呀，啊，现在是精装，差不多是我们这样的本子四册，这样大的本子四册，啊，莲池大师的著作，我们要感激古德法师。古德法师很慈悲，怕的苏超还是有很深的地方啊，总是想着后人啊，能很容易就能够看得懂，所以他把苏超啊又做了个注解，叫演绎啊，所以你看到阿弥陀经苏超演绎，那个演绎呢是古德法师的啊，苏超是莲池大师自己写的啊，苏超表示写的，他老人家做这个苏超啊，也是
以华严声闻开启，不容易啊！我们能体会到他老人家的苦心。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禅宗可以说普及了全国啊，禅风之盛啊，那盛是表面上的盛啊，实际上禅最盛的时候是唐宋这两代啊，他们是明朝时候人啊，祖师看出来了，参禅呢功夫不得了了，要想超越六道啊，不容易啊！啊，佛法的修学，超越六道算是小成就，你真的小果了。那要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没有成就啊！啊，只可以说呢，阿赖耶里面的善根增长了，啊，不能算是成就，啊，所以提出净宗法门，没人相信，而且大家呢轻视净土法门，总认为净土法门是老太婆教，啊，误会了。释迦牟尼佛为了戒引没知识的这些人啊，就劝他念佛啊，都是这样一个心，这个心理啊，一个错误观念啊。那怎样把净土提升呢？啊，那么大家的时候对华严经没话说，啊，不懂佛法的人听到华严经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所以就用华严声闻开启来讲佛说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一平等，这是莲池大师的苦心啊！哎，你们不相信华严吗？弥陀经跟华严没两样，我们大乘教里面有个谚语说，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啊，圆人是见了性明心见性的人啊，啊，他随念一法的时候他都能够华严相应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莲池大师也不是平常人啊，平常人做不到啊。啊，欧耶大师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关系呢就像孟子跟孔子的关系啊，偶夜要找个老师找不到，确实你看看他的这个著书你就看到了，他当时对佛门啊一些修行的人不太满意啊，所以他自己取个别号叫拔步道人啊，给一般人不太往来，格格不入啊，这是佛门的一个怪人啊。莲池大师那个时候往生了，住坐在啊，所以他私塾莲池啊，也就是说以莲池大师为老师
这老师不在时，老师的著作在。啊，依照老师的著作跟他学习，如同古代孟子。啊，孟子学孔子，孔子也过世了。啊，孔子的著作在，读孔子的书。有参不透的地方呢，向孔子学生请教，他学成了，啊，学得比孔子的弟子还好，啊，所以儒家一提，天提孔孟，啊，不提别人，啊，这就是说明，虽然他不是孔子亲自传的，他依照孔子的书学的。绝不比孔子亲传那些学生差，成绩非常优秀。啊，这是中国开私塾啊，这些呢，啊，在我们佛门，啊，这个藕益大师就学莲池，啊，他最佩服是莲池大师，啊，他也学得很像，所以莲池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藕益大师是第九代祖师，啊，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真正善知识找不到了，找古人呢？啊，学《阿弥陀经》就可以找莲池大师，啊，学《无量寿经》，我们就可以找黄念祖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在密宗他是金刚上师，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上师本尊，啊，黄老也往生，他老人家念佛往生，啊，病重的时候传信息告诉我，每一天念佛号14万声，啊，睡眠很少啊，佛号不断了，啊，他真走了。那么这个师门就是他这一个心得报告分10个段落，啊，这样讲呢大家就好懂了。下面啊他就开了这10个题目，开了每个段落有个标题，啊，即为一教其因缘，啊，第二呢本经体系，第三个一经宗序，第四个方便利用，第五个所披根器，第六个藏教所示，第五个第七个部类差别，第八以会教是，啊，你是翻译，会是汇集，啊，这个教就是彭吉清的，啊，他做了一个结教本，啊，是是解释，啊，第九总是名题，啊，解释这个经典题目，幕后一段呢，那就是正式经义，啊，这就开始。解释经文，啊，这个经文总共有48篇，前九门总论全经纲要部类，啊，此与天台宗之5重玄义大同小异，啊，天台宗它是依据法华经，啊，法华也是一乘经典，啊，那么他的报告里面是分5段，华严宗是分10段，华严是以十表法，十代表圆满，啊，因为十总是麻烦的，所以一代讲经的法师，啊，来做这样的报告啊，多半都用天台，
它简单啊，很少用华严的这个方法啊。华严是好，但是要费比较长的时间啊。所以五重玄义在现在好像也不做先生，现在报告前面讲个讲经因缘就好了啊，后面就讲经因缘讲完了，大概就是再讲个讲经的题目啊，就开始入经文了啊，越来越简化了啊。可是真正要研究啊，华严好啊。我们自己修学不能够特用这个简洁的方法呢，不需要。如果到外面去讲经可以啊，现在的人如果用这种方法讲，讲了很长的时间还听不到经文，他兴趣就没有了啊，他就退席了啊。所以说越简单越好。这从前我们在台中学习经教，老师把这些都给我们讲过啊，但是为了现代社会契机都不用这个啊，我们不用他这些题目，但内容是一样的啊。说一个讲经的因缘，为什么要选讲这部经啊？再去讲经的目的啊，然后就接着就讲经题了，这就入经文了啊。所以前面的玄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讲完了啊，第二天呢就能看到经文。啊，这是因现在这个社会大众的根基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修学方法呢，在哪个地方适合呢？在佛学院适合啊，在寺院，对寺院的同修，大家都在一块修行。啊，这个可以啊，在一般场所啊，临时那种这种会场的时候啊，不能用这个方法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这总之啊，届时将易经的纲要纵论于前，发挥明了，使读者先是总体，后言经文，纲举目张，易于领会。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能够看到古时候丛林里面讲经教学的模式啊，在佛门叫仪式啊，现在讲方式，意思都是一样的啊。过去寺院庵堂都是学校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释迦牟尼佛19岁出去参学，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19岁之前，他一定有相当好的基础，啊，他才能出去参学啊。他要是没有基础的话，他不能出去啊。啊，我们在中国看到，孔子在《论语》里头叙述他自己：“涉吾游之于学。”那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游志于学，
一定早过孔子。啊，他有相当的基础，才能够徇私访友啊。19岁出去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里面的大德，他都亲近过，一个也不漏啊。12年，他30岁。那么这12年当中，我们相信他的成就非常优秀，他好学，人又聪明。王子的身份，特殊身份，到什么地方都能够受到礼遇。这样一个人才，谁不喜欢？那么印度，古印度，宗教学术都提倡禅定，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这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古印度婆罗门所修的。那么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我跟他们往来的很多，这些长老们告诉我，他们教的从古代沉传下的历史至少10000年以上啊，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上古时代没有文字记载，有了文字，印度人不重视历史，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年月日记载的清清楚楚，印度人不搞这些，印度人重视开悟，不重视历史，所以我们能信得过，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止5000年。因为中国文字的发明才4500年，皇帝时候发明文字，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传书，皇帝以前有神农氏，在前有佛系氏，传说当中神农到皇帝500年，佛系到神农又是500年。你500年，就是1000年。我们讲中国传统5000年文化了，讲到佛系神农，上面还有啊。所以孔子集大成了，就是把古老的传说用文字记载流传给后世。所以我们相信《论语》里面许多话不是孔子说的。孔子他老人家讲，他一生述而不作。述是所说的别人的，古圣先贤的，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幸而好古。对于那些传说他相信，他喜欢。所以五伦八德，这个五常四维八德绝不是他那个时候才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总在10000年以上。古人传下的精简呢，你才好记呀，才不会贬值啊。无论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你看这个很容易传的，不会传错啊！啊，千万年一直一直传下来啊！啊，无常常道，永远不能变更的道啊！啊，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啊，这都是没有文字之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啊，四维是礼义廉耻四个字，八德八个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啊，中国文化的精神。啊，发展到现在，啊，这个四库全书乾隆时代编的，啊，这个典籍世世代代累积下来，你去看，无论看哪一个人的著书，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所以我们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把中国传统文化自古至今全部概括了，没有能超过其外的。啊，到汉朝，佛法传到中国来了。啊，这不是本土文化，中国人心量大了。能包容啊，啊，能把佛法跟自己本土文化融合成一体，啊，就像汤恩比这个话一样，啊，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把境界向上提升。啊，那佛法就变成中国文化了。讲中国文化，绝对不能够离开佛法。啊，我们懂得，我们才会爱护。啊，那我们这几样东西，啊，佛法放在一边不谈，啊，就是讲。中国的是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现前这个时代，走遍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都能够融会。贯通，没有障碍啊！啊，这是我们最近这个十几年亲身经历。啊，我们讲清楚、讲明白，没有人不欢喜啊！啊，都能接受啊！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有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这是中国人称霸了，不是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全球，啊，让这个世界真正能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啊，大家都需要啊！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啊，只要像黄念祖老居士，要知道报恩呐，报老祖宗的恩呐！啊，怎么个报法呢？要把传统文化落实，啊，就是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我们要做到，认真地做到。啊，这是中国人。
这是中国老祖宗的后人传人啊，这才能真正报恩啊。你真做到了，它的效果非常明显。第一个，身心健康。那在佛法讲的嘛，相由心转嘛，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底下呢就是国治天下平啊。天下平，那个平是平等，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所以二十一世世纪的社会迫切需要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汤恩你看的没错，那么概要里面第一段叫其因缘啊，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一段啊。叫其因缘者，名大教，所以兴起之因缘。名是说明啊，大教就是大乘啊，净宗是属于大乘啊。大乘佛法之所以兴起的因缘啊，为什么它兴起啊？我们学佛首先得明白这个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呢，初明大教与净土法门的兴起啊，大乘法跟净土法，净土法门怎么兴起来的。第二段呢，则详述本经兴起的因缘啊，就这部经啊，大乘无量寿经啊，他的兴起因缘。我们看下文，夫一切法不离因缘啊，夫是个语助词，老居士啊，虽然用很白的文字来写，但是还是有文言文有些规矩。这个复是文言文的语助词，没意思的啊。语助词就是说，事处世间一切法离不开因缘啊，他的兴起。大教之心呢，因缘无量啊，而无量因缘唯唯一大事因缘故。确实宇宙万物生起的因缘都是无量无尽无数啊，不是偶然的啊，真的是无量因缘。那么佛在教学，特别是教初学，把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啊，这就好说了啊。这个四大类呢，第一个是轻因缘，第二个是所缘缘，第三个是无间缘，第四个是正上缘啊。无量因缘佛把它分为这四大类，诸位要知道
这四大类的每一大类都是无量因缘啊，这个在讲学的里面呢有它的方便法啊，这是略说，好比一个植物啊，这个植物怎么会生长的呢？它有种子，那个种子就是清因缘，它没有种子它怎么能生长？可是但有种子，如果没有其他的缘，那个种子要是放在茶杯放一百年它也不会长成树啊！啊，所以它有所缘缘啊，所缘缘的时候，种子一定的，他希望它能够长成树啊，开花结果啊，它的所缘这个目标，哎、啊，也就是像动物，它所缘缘，它一定想生存下去。啊，还想着说繁衍后代，那、啊、这本能吗？那叫本能吗？啊，这所缘缘，啊，这个所缘缘的时候不能间断，啊，一间断了，它就毁灭了，啊，所以你看前面三个缘，这三种现象是一体，后面是增上缘。啊，它也不能少的，身上也是，种子要长成，它要土壤，它要空气，它要水分，它要肥料，甚至还要人工来帮助它，它才能长得好。啊，那这些呢，全叫增上缘。啊，增上缘是外面的力量的帮助它，外力。啊，前面三种缘都是自己本身本具。那么佛法是因缘生的，所以这个意思很深的，凡是因缘生的都不是真的啊，缘生之法它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所以佛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对这个佛法可不能执着啊，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错了，你要执着这经典是佛法，你也错了。啊，它是缘生之法。啊，真的东西，真的东西不是缘生的，那就是本有的。啊，自性是本有的。啊，自性里面的性德是本有的，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是本有的。啊，这个意思就深了。这就变成现在的时候是高等的哲学与科学了。啊，给你讲原生法那是初级的。啊，小学中学都可以说的。啊，所以无量因缘唯唯一大事因缘。啊，这就是无量因缘总归拿起来我们找它一个。最重要的因缘是什么？啊，为什么要出生？啊，那么这就是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因缘是《法华经》上讲的。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唯以佛智之见示悟众生。这一大事因缘在《法华经》上一句话，开示悟如佛智之见，设法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为什么？就为这桩事情，因为佛智佛见是一切众生本来有，所以佛不度众生啊，佛给你什么？佛什么也没给你啊，是你自己本有的，本有的你迷了，你不得受用了啊！你在迷惑颠倒，在搞六道轮回，
啊，过这么凄惨、苦难的日子，啊，佛来点化你，你有佛知佛见，你本来是佛啊，啊，你迷了，迷了自信啊，啊，所以佛对众生只能做到两个字：开示。啊，这两个字用什么手段来完成呢？身行言教。身行是事啊，所以事是做样子给你看嘛。言教是言说，佛教化众生是以事为重要的方法，言不足，事之不足，是先做出样子给你看，你看了之后让你的感动啊，体悟，看了之后感动了，不甚明了，你再去问，问的时候给你解释，佛先做出来。啊，佛为什么要示现苦行僧？啊，三一一波，树下一宿，日中一时。那这是干什么？这什么意思？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们意思懂了，叫人什么？放下了，放下就回归自信了。你为什么不这个迷的呢？就是你因为你有自私自利，你有贪嗔痴慢啊，你贪爱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你以为你搞这些东西啊，这就迷了。